河南省嘅同胞，你哋好，我叫袁添。我系香港青年王国新，我系一个视频博主。我系 Shelly 梁湘，香港金融业资深董事。我系香港一个舞蹈教练。我系 Kitty， 系一家有限公司嘅文职人员。好，我系 Vincent， 从事建筑工程已经超过30年。我系欧阳凤莹，我系嚟自香港嘅一名律师蔡锦豪。我系李匡仪，我系沈慧琳，我系一个喺香港从事钟表业嘅商人。我系香港徐小仪，从事教育行业。我系张瑞琪，我系侯丹丹。喺呢两日，心情突然间变得好沉重，因为知道河南地区受到暴雨袭击，明白到天灾有时系好难避免。而家我哋祖国强大，配备充足。有勇敢的救援队伍和解放军，有了习主席的清晰指示，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，上下一心，我相信灾情很快受到控制。洪水无情，人有情，自然灾害面前，我们中国救灾的动员能力是全世界最强，我们绝对有信心能够战胜天灾。我一方有难，百方支援，我相信今次郑州一定可以撑过去。在这里，除了我们网上捐款之外，也都想和河南一带的同胞打打气。郑州挺住，河南挺住。这个天灾之下，其实郑州面对一个很大的难关，很大的困难。但是我特别感动，就见到我们祖国整个救护团队是很有效率，也都很多的同胞，包括我们在香港都是出心、出钱、出力。咁透過呢種團結嘅精神，我相信咧，鄭州好快定可以回復翻正常嘅生活。希望你可以盡快戰勝災情，我哋一齊加油！河南加油！天佑鄭州，加油鄭州！鄭州挺住，加油河南！鄭州挺住，河南挺住，中國加油！期盼河南同胞平平安安，河南加油！希望各位同胞可以挺住加油。我们香港的同胞会同你们一起坚守到底，同舟共济，走出洪灾困境，早日回复正常生活。